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上面说的就一半是真的。什么？我确实因为可心才跟天丽解除婚约，但可心不是不伦女，是有心人是故意在抹黑。我不管有心人抹黑了可心没有，但是你怎么可以爆出这样的丑闻？ 为什么跟天丽解除婚约？真是太荒唐了！妈，我爱可心，这怎么是荒唐的事儿呢？我跟可心之间的感情，您应该是最能理解的。我不理解，我真的不理解你到底在想什么。你知不知道周刊一出来，我们的股票下跌了多少点？ 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靠着我们西风集团在维生吗？你这样的行为给公司带来多大的影响？难道因为那些股票，因为那些人，我要牺牲我自己？儿子，你应该听说过“人在江湖身不由己”这句话。我们带领整个集团竞争在这个商场上，我们必须步步为营。 难道你真的为了自己的儿女私情，去影响那么多的家庭，给那么多的家庭带来经济危机，这风险你承担得起吗？我知道了。那好，你先跟天丽一家道个歉，解释清楚。 然后呢，我安排你和天丽出席记者招待会，召开说明会，澄清周刊的报道。我的意思是，我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事儿了。我会递出辞呈，离开西风集团。什么？很抱歉吗？ 辜负了您多年的培养，我知道，我确实不是一个很称职的公司领导者，让您失望了。你一定会觉得我很没出息，不够大气。可我觉得，我的人生并不是因为要领导一个大财团而存在。比起领导一个大财团，我更愿意守护着可心，守护着我爱的人。 才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目标。我怎么会有你这个没出息的儿子？我告诉你，我绝不会答应你和可心结婚的。对不起。 没想到你们乔主管竟然是那样的女人，我早就知道她是这种狠角色，要不然职位怎么升得这么快呢？原来是美人计。可惜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上面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
可欣啊，你并不是这样的人啊！你怎么会干出这种事呢？乔可欣，范一峰要离开西风集团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为了你，甚至跟方阿姨决裂了。这就是你爱他的方式吗？因为你，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你现在开心了吧？你满意了吧？ 怎么回事？我去收拾东西，我们一起走。可欣，不可以。为什么？总有人留下来帮我照顾公司。我现在看起来特帅气，大家一定觉得我也毫不留恋。其实我很看重这里，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明白和清楚。 就是因为这样，你更不应该走。我离开这儿虽然挺舍不得的，但是如果让我离开你的话，那不如一刀杀了我算了。可欣，接下来的路。 一定会很苦，你一定要挺住，不然之前我们爱的一切就白了。我们两个人都要坚持住，一定要坚持下去。你放心，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。我们两个人一起努力。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啊！气死我了！可欣，爸爸没想到你会变成这个样子，你太让我伤心了。爸，对不起。你说对不起有什么用？你知道吗？方阿姨为这件事有多伤心，多难过。 我看，明天你不要去上班了，那个范一峰也暂时别见。爸，我做不到。你让我答应你什么事情都可以，你要是让我跟一峰分开，我真的办不到。我们不能再分开了。 慧云，不好意思，让你们久等了。啊，天丽呀，阿姨对不住你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慧云啊，你也别太担心了。我想一峰呢，他一定会回来的，总要给孩子一点时间，让他好好的想一想，去经历一些现实。是啊，我也希望他能够想通。天丽，阿姨答应你，只要一峰一回来。 你们俩马上结婚，阿姨，乖，阿姨你真好，好，别哭了啊，来，坐呀，坐，哎，坐下，啊，您开坐，来，请喝咖啡，哎，好。